他都会特别排斥。我本身也是特别喜欢帅哥，所以我也是心有所属的。对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你看你心有所属是谁？吹爆料了吗？俊鹏。哦，俊鹏。有看戏的应该都知道，看戏都知道。但也不见得要看到后面，因为我女儿其实爱很多人，所以后面发生很多没有，大家一定要看下去。没错没错。对对对，我对俊鹏的爱可是非常厉害的。你反正大家一定要看下去的，他只是他爸爸没爱而已。他爸爸没爱，对对，他爱妈妈嘛，爱妈妈嘛，最爱妈妈。最乱的就是包子。哪有啊？也再跟大家说一下，美好年代的播出时间之后，我们就要进跟现场人山人海的我们的观众们进行我们的签名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首先，因为现在都是手机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先用手机到我们的 Facebook 打“美好年代”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就等一下我们公告上，待会上台签名的人，你要秀出你的手机，有按“美好年代”粉丝团赞，没有按赞我们的签名，没有按赞，对不起，下一位可以吗？好，因为美好年代算是非常大方的剧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了，他们一直在送奖品给大家，就是除了呢有机会会请你们吃30000块的板德之外，然后动不动都送很多好礼，所以呢你们加入我们美好年代的粉丝团呢，会有很多的资讯在上面，跟我们要去哪里也都在上面公布，所以可以马上先输入，然后按赞加入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钟中视，然后呢9点在那个8点到10点中间娱乐，对。8点到9点会重播，8点到9点会重播，然后9点到10点会播当天的首播，然后在中天39频道。虽然很复杂，但是就是8点的时候就记得收看中视美好年代就对了。对，没有错。反正你只要加入粉丝团，任何疑难杂症都会在那边为你处理。而且我们的小编美美呢，她好像很闲，你都什么时候会问她？比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也许她也会告诉你。如果你在感情上面有什么就是需要帮忙的，她也会。对，她也会为你们解答。好，那我们再请那个我们布鲁斯跟艺人预告一下，明天中天有一个特别版的播出的时间。对。明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7点，就是我们会一口气播第一集到第四集所有美好年代的戏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3点到7点，中天娱乐台播出好吗？好，大家记得待会一定要赶快按我们美好年代粉丝团的赞，因为据说下一周要送1万元的现金礼券哦，1万元的现金礼券，想不想拿？想。想吗？想吗？想，大家赶快按赞哦。好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所有演员，那我们稍带一下，然后我们准备你们的签名。好，谢谢。